阿美老师，什么紫微命格的人最好不要乱投资 ？OK， 好。其实投资这个题目嘛，我们之前不是有说投资有赚有赔吗？投资前请详阅公开说明书。其实那个说明书就是你们上面的命盘，其实命盘会写你相对应的答案，所以上面就会写说你到底如果等下榜上的三个里面，你只要中了一个，相信我，你只要投下去，一定出事。也就是说，一定也就是说，像刚刚高大哥聊的这个例子，他应该可能三个都有。哦，所以我们会看到命宫跟财帛宫一样是刚刚那两个位置。如果你有上面这三个排名，你就自己要去思考，就属于注死的意思。就是这个说明书就已经告诉你了，你不适合投资，所以你不用看合约说明书，你只要看你的命盘上面说明书写的。有没有注戏了？对，这一定会有问题产生。这样 ，OK， 好，所以我们来先看一下第三名。来，第三名是命宫或是你的财帛宫是空宫。所谓的空宫就是没有任何主星，就是我们赌林哥的财帛宫，没有朋友宫，他就是没有主星，没有主星，没有主星，主星总共有14个，但没有主星只有辅助星象。所谓的空的含义就是呢，空叫做不好不坏，也就是说它叫进进出出。不好不坏含义就是说呢，你没有办法多得到，但你也不会少。所以你只要不要很贪的想要很大的东西，基本上你衣食无缺，财进财出，我正常工作正常赚钱没有任何问题。但你一旦说我要做大投资，我想要怎么样，那个空就很像一个黑洞，你可以赚5年，你只要第6年一下子下去就全没了，什么都没了。就跟开公司概念一样，一般公司要开到10年不容易，你可能到前面6年都很顺，7年都很顺，就突然第8年一件事情就让你空，真的，对，空就是这个概念，注死。所以赌林哥不适合投资，所以空宫不适合投资，不适合当老板，就在这个命盘上，这第三名，这是最轻微的，不是第三名是最相对跟前面两个比是比较轻微的。好，再来我们来看一下第二名。来，第二名就是地空，就命盘上你会有天空，有些版本会写天空，但你是跟地空一起。对，像我们高大哥的命宫就出现一个天空。对，所以如果出现在命宫或财帛宫，温气这边的空，来这边的空就是刚刚所谓黑洞的延伸版，它是很大的黑洞，刚是突然出现的黑洞。所谓的天空跟地空就是，那明明就有个洞，它会先让你飘在那，时间到的时候你就会掉下去，也就是你根本逃离不了那个洞。所以如果你命宫有地空，你的财帛宫有地空，就代表你在投资的时候，注意哦，它是有过程的。天空跟地空的人很有创意，我很有想法，我很有目标，我很天马行空，我觉得我什么都做得到，我觉得没有人想到这么棒的赚钱方式，然后就做得很厉害，前面很顺。但你会发现哦，天空地空的重点，它回不了头。什么叫回不了头？就是我会觉得我可以继续延伸啊，我没有要收手的意思。然后这时候天空就会告诉你说啊，时间到了，我觉得你花太多时间在这上面了，我决定我要让这个黑洞让你重新回归到凡间，回归到人间。也就是他会先把你拱起来之后，再让一个洞挖下去让你跳，概念就是这样。所以高大哥的盘完全不能投资，我不管过程如何，只要有投资有突然很大的，注意哦，不单单是钱哦，甚至是地位、名气、名声，只要有地空这颗星象，都很容易突然就不见，就明明有，一拱起来，瞬间就掉下来，会有空的感觉，就很像踩到一个骷髅啊，就掉下去，就什么都没了。这是第二名的地空，所以有这个千万不能投资。好，再来最后是第一名，就是我们全部里面最不应该有的，来，就是我们的地劫，叫做劫的含义，劫。来，劫的含义在命盘上面显示，如果你命宫跟你财帛宫有劫，劫叫做抢劫犯，有时候还会抢东西。而在命盘上所谓抢呢，就是我会把你的那个宫位的东西全部都抢走。命宫有地劫，我就会把你身上所拥有的资源拿走。你财帛宫有地劫，我就把你钱的东西给拿走，我就把你东西全部都拿光光。所以劫就是说会有人把你的财给劫走，会有人把你的东西给拿走，而那个东西就是比如说小人呢、是非啊、旁边的人啊。所以命宫有地劫，你的财帛宫有地劫，都叫做我在投资方面，举例这个地劫一开始告诉我
给我一个非常天马行空，就像刚刚很多例子嘛，哇，画了很大，大不了巴西、缅甸、什么马来西亚，随便你，给你这些东西之后，那就是地结的人，他给你一个希望，然后你自己觉得啊、哦，好像可以，你一去，最后地结翻脸不认的时候，就是你完全什么都会失去的时候。所以在运势上面，只要在命宫财帛看到地结，一样完全不能投资。所以以上这个三名，如果观众朋友你有。来宾就只有高大哥有了，但只要好好做一般的公务员，其实没有太大的问题，就好好安分守己，好好做事，好好的把每一件事做好，不要有太大的欲望，基本上要求冲击就不会这么大，这样。不，通常命中是如此的人，老天还会另外送你一个礼物，就是身体健康，长命百岁。你这是好还是坏了？对啊，那就看你怎么看了、啊。好、哦，来。